来看生活消息，第二十二届金曲奖是昨暗在咧颁奖，台下歌王是周杰伦，歌后是莫文蔚，啊，台语的歌王歌后是新生代黄文清甲黄飞，另外最佳新人是颁予韦礼安，特别的是今年周杰伦甲李宗盛拢是台下三项大奖，算是上届赢啦。关注名歌手纪晓君甲客家歌手关良姿，一个真高，一个清亮的歌声，让全场观众听甲真入迷。冯玉刚甲宋少卿的说唱，连去年韩国团体 Super Junior M 入围引起争议，拢提出来讲。流行歌手张惠妹的组曲歌声，更是将全场的气氛炒甲上观点。第二十二届金曲奖得奖名单公布，周杰伦以跨时代专辑提下男歌手奖、国语专辑奖、编曲奖；李宗盛是提着作曲人奖、作词人奖、年度歌曲奖，两人拢提走三项大奖，是上届赢。最佳女演唱人是莫文蔚，最佳新人是颁予以同名专辑入围的韦礼安。台语歌王歌后是新生代的黄文清甲黄飞，特别贡献奖是颁予资深音乐人黄敏。今年马英九总统也亲身出席金曲奖，并且将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颁予苏米恩，头一张个人创作专辑。最佳演唱组合奖是第二届得奖的大嘴巴乐团。今年第二十二届金曲奖得奖名单，兼顾着各领袖音乐工作者，更点出要继续领导华语流行音乐，更加要顾着传统，并且开创新方向的用心。记者杨子尊志成台北报道。